2023年金投赏商业创意奖在8月10日终审会当天，在金投赏公众号及官网公布入围名单。如您在榜单中看到自己参赛的作品，那么恭喜您获奖了，您将获得金投赏等级奖杯或提名证书。奖杯及证书均通过奖项第三方计票机构 PWC 普华邮票审计，并免费颁发。获奖公司根据需要可额外增印奖杯、提名证书以及电子版获奖证书，同时您可授权使用获奖当年的金投赏标志在产品包装上使用。我们不断地向大众传播，这些获奖的产品都是中国最好的商业创意产品。获奖作品将在金投赏获奖案例集获得永久展示机会，同时金投赏官媒矩阵也将对获奖案例及获奖公司进行全面的推广及宣传。组委会将在8月底邮件通知您具体成绩，并正式邀请您参加在上海商城剧院举办的颁奖典礼。获奖公司代表将受邀参与包括红毯仪式、颁奖仪式以及庆祝酒会等诸多盛大庆祝活动。每年颁奖典礼都有超过600多位业界领袖和嘉宾盛装出席，在他们的掌声和见证下，获奖者将登台领奖，分享荣誉和欢乐。组委会同时提供专业摄影服务，为所有获奖者记录荣耀时刻。感谢观看，衷心祝愿您在今年的大赛中获得好成绩，并期待金秋10月与您在金投赏商业创意奖的颁奖舞台上盛装相见。